人第一次要献出舞蹈处女秀，就是在这一集，请看下去。很难欸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，我是姜老师，我是姜老师。今天要玩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游戏。今日挑战，将麦当劳麦高芬鸡胸改编成钢琴炫技版，到底好不好听？能不能成功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一首作品我想要把它变得像变奏曲一样，首先呢就是右手给它加一点花，再来就是左手加一点花，可能是类似像这样，然后左手磅礴的这样，再来八度的音型来去做一个变奏。那做完八度的变奏，不免俗的一定来一个小调的变奏，例如说像是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那如果变成小调，就是非常伤心的感觉。那我来开始我的改编。真的，当你要做一个变化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要找你熟悉的音型能驾驭的技巧来做一些变化。可是问题是，那些技巧原本就是写在谱上的啊，但是现在没有谱啊，我现在脑袋一直想，可是我的手好像没有办法跑得像脑这么快，所以这就是我现在觉得一个非常困难的点。 2000 years later。刚刚练了一个半小时。如果没有常常在即兴的人呢，对于突然要这样子即兴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我觉得很有趣。大家在家里也可以找一些你熟悉的旋律啊，然后稍微把它做一些改编，也许就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风格。今天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呢，我觉得麦当劳早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就像是我们家来讲，麦当劳早餐对我们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哦。出去玩的时候呢，我们出发就会先去麦当劳德莱速溜进去，然后买一个麦当劳早餐，然后小朋友们就会知道说，哇，今天是要出去玩呢。早上的时候吃一个麦当劳早餐，然后元气满满的准备好一个要出去游玩的心情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什么样特殊状况的时候会吃麦当劳早餐呢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本人第一次要献出舞蹈处女秀，就是在这一集，请看下去。喂，麦克风呢？麦克风呢？往上打，往下打，往。
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超好吃的。